南在地中药房用天然的汉药来做药包来刮蠓虫，对抗着天狗热。在台南市新农街和民权路附近，当地有开设真侪间中药房。今年台南天狗热的疫情是真紧张，经营第二代中药商吴凯勇讲，透过薄荷紫苏、麻草八种药材来制作天然的蜂蜜包，会当来刮蜂糖，用祖先的智慧来代替化学药剂。像艾草、薄荷这些东西，它都可以做到那个改善，就是驱蚊的作用。蜂蜜包若是无迄个芳溃，荷里头拍过，功效会阁恢复。几两个月，若真正无皮，可以当加酒精来做成蜂蜜水，卖当清洁环境。我们可以把旧的蜂蜜包放在我们的鞋柜、衣橱里面，消除异味，驱赶蚊蝇。药房嘛提醒民众，因为蜂蜜包药材主要是用气味来刮蜂虫，达到抗细菌，不如果对开皮肤过敏，或者是有餐道症的幼囡仔，拢爱特别注意。Hello， 我是林淳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